欢迎光临。喂，秦总，我进来了。您在哪呢？好嘞，欢迎光临。哇，总裁。一会儿将由您切下第一刀，将这棵特制的水果树请首日莅临我们龙塔诺的客人们共享。老板，我跟你说，饺子堵车就堵车了。齐总，齐总，没事，您进。是吗？养司机不着急，别开晕了我的小宝贝。没事，我等着你啊。放心吧。对了，那天回家之后你没跟你妈吵架吧？没事，我妈呀就是一个老好人，衣锦正正词穷，绝对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你妈还挺可爱的。那又有什么用呢？这个家以后还不是得靠我，她在外面太不让人放心了。挂了啊，先挂了。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为了款待首日莅临我们餐厅享用美食的客人们，沈氏集团新任总裁沈岸先生特意为大家奉上这棵代表着幸福欢乐的水果树。这上面的几十种水果来自于世界各地，可以说有些是难得一见的品种，希望各位能够跟我们一路见证我们龙塔诺的成长。不要脸的小三儿，狐狸精，今儿我可逮着你了。别胡说，我们齐总工作怎么回事啊？你认错人了吧？认错人了，不是那么回事，工作关系。这好像是上次在大街上追小男生抢我们山地车的女人吗？她怎么还成了别人的情妇了呢？人家给我们送资料。我工什么工作关系啊？你提前多少天就在这家餐厅预约呀？哎呦，还双人情侣套餐。你半夜三更的打电话说什么宝贝儿不见不散，是你不？啊，我不是。你是不是？不是我，不是我，就是你是不是？不是我，你是我，你是。哎，总裁。真哭呀！嘉先生，太好了，你帮我说说话吧，行吗？不好意思，几位的争执影响了其他客人用餐，请你们控制一下音量，或者到外面去解决。对不起啊。哟，这小姑娘清汤寡水的，走到哪都有男人护着她，是不是啊？我今儿我还不信你邪了，我今儿是不是？别再闹，别闹了。哎呀，你就不能再闹了。要不是为了躲那只羊腿，谁会撞上水果树啊？而且那是精心设计好的酬宾礼物，哪个商家希望开业当天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真的很抱歉。不过我的意思是说，扔腿那个是不是也应该有责任呢？那没办法，他们夫妻现在已经逃之夭夭了，责任只能由你来承担。再说了，要怪的话只能怪你自己，不会选男人。我跟那齐总真没什么关系。算了，你们那树多少钱？我赔。餐厅菜单上一份小型水果塔的价钱是350块，那这个大的从做工到用料到耗时至少也是小型的10倍以上，你说多少钱？这么贵？
扔东西那人不是我，撞倒东西也不是我，不能让我一个人赔吧？你可以不拉我做挡箭牌，接住那只羊腿，一切都不会发生。谁能接住那么大一腿啊？只能被砸中。我就是这个意思。归根结底，你如果不去破坏那位先生的家庭的话，怎么可能会发生今天这出闹剧呢？我们不在乎这点钱，可大好的开业时机就这么被你给毁了，换谁能轻易就这么算了？可是我可以给你打折。总裁，你别跑！总裁，这个女人太坏了，要不要叫门卫拦住她呀？这道甜点没在菜单上，而且我从来没见过。